请看光明觉品第九段，光照十一界，记诵第四首看起。众生作我入生死，求其边际不可得，普世如来或妙法，未必宣说实际性。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说这一首是救作我的众生。经文只有四句，境界无量的深广，六道众生哪一个不住我呢？啊，起心动念总是忘不了我。什么是我呢？都执着这个身是我。烦恼里面叫根本烦恼啊，大家都知道啊，根本烦恼有六个啊，贪嗔痴慢疑惡見。啊，什么叫惡見？惡見就是見惑啊，身見、邊見、見取見、戒取見、邪見啊，这五个就叫惡見。所以这六个这个六个根本烦恼啊，就是见思烦恼。惡見里面头一个身见啊，能断掉吗？啊，修行，古来的祖师大德确实这里头有诸佛再来，啊，这个在中国，在日本都知道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他老人家一生给我们实现的慈悲到了极处啊！啊，世现是个普通的出家人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世间众生根性太劣了。啊，那么实在上说呢，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只有表面虚名，没有实德。啊，外表所叫充裤子，哎，做得挺好看的，里面不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太强了，这就是身见，这就是我执啊，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
迷了之后，才生起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根本无明，分别是尘沙火，执着是见思火。佛教我们修行，真正老老实实干。自古以来，确实有不少人，自视过高啊，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是圆顿根性的，要修上上乘法了，最后怎么样？最后都是堕落三途。其中有不少修成什么？修成了魔王外道王还称不上呢，魔子魔孙的求生反堕这种人不少，这是大有人在。冷静观察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要不细心观察了，你不能够觉察。所以理可以顿悟事须见处这个悟有解悟，有证悟，解悟没有用不能够破我执，不能够了生死，连智者大师的实现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相法时期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智者实现的事先悟了他实现的是什么个地位呢？圆教大心众生悟入的境界确实跟佛说的差不多，实际上呢，见思烦恼一品都没破。我见没有破啊。我见如果破了的时候，真虚脱还果啊。在小乘，那就是在大乘呢，圆教初性位的菩萨一般经教里面讲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这是小乘须陀洹圆教大乘初性位的菩萨这个智者大师说他见思烦恼没断呐在六级佛里面观行集五品位
啊，无品位的境界，这个境界啊，解悟烦恼没断啊。念佛除了念佛之外，要学其他的法门，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没断呢，无品位的人升天啊，升什么天呢？欲界天啊，色界天都没有份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想想啊，啊，我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你有没有冷静自己反省啊？有没有自私自利？有没有明文利养？你还贪不贪念呢？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你还有没有贪嗔痴慢？人家赞叹你，还生不生欢喜心？回报你、侮辱你，你心里还不有没有难过？有没有嗔恚心？有没有报复心？如果通通都有，你够不上五品位啊！啊，五品为什么呢？虽然烦恼没有断，他能扶得住。啊，我们今天烦恼扶不住啊！无论修行哪个法门，就是修净土法门，你有没有净土？没有啊！啊，什么叫有净土呢？能把烦恼习气扶住了，这个人有净土了啊。为什么呢？他确确实实有把握往生，凡圣同居土。智者大师给我们示现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我们凡夫认真努力能做得到啊。再向上真的是难，断烦恼不容易啊。啊，有不少同修来问我，我们很想认真学啊，烦恼习气扶不住啊，这什么原因？缘跟因当然有。因是什么呢？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太重啊，也就是阿赖耶里面恶的种子多，它常常起现行啊，善的种子少，力量也弱啊，偶尔起了现行，这是因啊。因得有缘，缘是什么呢？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修学的环境不善了啊，外面社会环境，内里面我们佛门里面的这个是寺院呢修学的环境。你想想，这个环境能成就我们的清净心吗？能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吗？啊，不可能啊。所以今天修行人真可怜，找不到一个好的
学习环境。啊，以我们自己这个小道场来说，啊，包括我们图文巴的净宗学院，啊，我们这是出家人，啊，道场不大嘛，人不多嘛，都担任执事，群众有来自当地，又来自海外各地的，啊，在这里居住休息的时间都不长，人与人相处，这个就是修行功夫啊。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你在这个地方怎么能得念佛三昧？怎么能得清净心？啊，我们的道场比其他一般道场稍稍殊胜一点，没有别的，天天讲经。讲经充其量啊，要帮助你解悟。啊，你听经能不能悟呢？说老实话，听经不能开悟。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听经文法要能开悟啊。你印光大师都说得好。沉静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两分沉静得两分利益，啊，我们自己没有沉静心啊，怎么听？听的时候稍稍把自己烦恼压住，听完之后就完了，啊，烦恼马上又起现行。所以不悟啊，啊，要悟就好了，不悟啊，老毛病几乎人人都有啊。老毛病是什么？心不专一。如果转移了，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他一定成功啊！实在讲，就是古人讲的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啊，修的法门常常换啊，修行道场也常常换。从这个地方就看出他心不定，怎么能成就呢？啊，口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心口不相应啊。啊，每一天在造业，自己不知道，把造业当作功德，罪过就大了啊！所以《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呀！”啊，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晚境啊，
我只听到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还讲真话。修行要真正在心地上用功夫啊，把那个心转过来啊，依什么呢？依经教啊。你在初学的时候啊，什么叫初学？没有开悟之前，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都叫初学。啊，黄老也说，除了老师念佛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你学禅，你不能开悟，你不能明心见性，学密，你没有办法做到三律相应；学教，你不能大开圆解；修静，你没有办法得一心。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禅教密律在今天都非常困难了，跟这种根性的人已经找不到了。末法时期只有老实念佛专修净土啊！啊，净土的成就只要老实人，你不老实就难了，老实人到哪去找啊？末法时期千百年来啊，念佛成就的，你看看往生传，看看净土圣贤录，都是老实人啊。那我们这一生所看到的啊，真正念佛往生欲知实知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没有痛苦啊，都是老实人啊，老实可贵也啊！老实人听话了，听了之后永远不改变，这种人这是发起啊，很容易成就啊。古来的祖师大德为我们所实现的啊，一生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生不改变，无论在家出家啊，这样死心塌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决定有成就。他心无二念呐，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啊！啊，一部《阿弥陀经》呢，一句阿弥陀佛，
六字四字都行。真正做到了净念相继，啊，净是清净，不夹杂，不怀疑。啊，相继是不中断的，除非睡觉。醒了之后，他就念佛，他心里真有佛。啊，念，出生念心，默念也行，功德一样啊。啊，有些时候可以出生，有些时候啊，不宜出生。啊，我们在公共场所，啊，我们出声念佛干扰别人，我们默念不干扰。啊，这个功夫绵绵密密，日夜不间断的，我只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说你看到他，啊，他在念咒，啊，金刚持，你看他口微微的在动，没有声音，我们看出来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从来没有看到他放逸过的，啊，很随便，很放逸，没有。佛法里面讲啊，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我们从张家大师威仪里面看出来了。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那个位移自自然然让人见到了深恭敬心了，没有杂念了，啊，那是我们念佛的好榜样，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啊！大乘经教我们非常羡慕，无量法门，古人讲得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啊，可是真的要往生，你得要把我放下才行。我要不放下，走不了。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啊，啊，口头禅呐，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啊，你看看身、心、世界，身心正宝，世界一宝，啊，娑婆世界一真庄严，统统放下了。不但世法要放下了，佛法也要放下。啊，佛法不放下，你不能成就啊！《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法上样式，
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佛法都应当要把它舍掉，那何况是世间法？啊，为什么？佛法因缘生的，凡是因缘所生之法，都不是真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我执才能破啊！所以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无不是破我执。念佛功夫念到极处，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啊！那是理一心不乱啊，我执破了是事一心不乱，法执破了理一心不乱，都要念佛的功夫得有深度啊，深到极处这效果就出来了，跟参禅没两样。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句佛号把它念掉了，所以这个法子妙绝。容易闻到啊，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为什么不肯舍呢？为什么不放下呢？清凉大师在这首偈里面啊，注解啊，前半前面两句所救的啊，前半是所救，作我为因呢，受生死果啊，未证无我，毫无边际，求其边际不可得。啊，那么这一句，求其边际不可得，就是佛常常讲的苦海无边，苦海没有边际啊！为什么呢？自信没有边际，你迷了自信，把自信转变为娑婆，转变为六道，转变为生死苦海，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不好懂啊！啊，古大德给我们说比喻，让我们从比喻里面呢去体会。比喻里头用的最多的梦，世尊一生讲经呢，举比喻用梦用的最多。啊，《金刚经》上虽然讲梦幻泡影，梦是主，啊，幻泡影是陪衬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是什么变的？色心变的，为识所变的色心啊，我们现在人讲意识心，下意识啊，变成梦境。
你的意识心像什么样子？你的意识心在哪里呀？不知道，找不到。你看《楞严经》上切除真心，阿难尊者算是聪明，啊，他能说出其处，啊，都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心到底在哪里？心没有边际。求其边际不可得，就不能说内，不能说外，啊，不能说中间。其实，它一切都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有一法不是啊。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也。一了，就变成六道三途。啊，那个十法界里头，我们今天在人法界，人法界这个法界没边际，畜生法界也没边际，啊，恶鬼地狱都没边际，心变的嘛，哪有边际的？那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在众物执着，啊，执着。就有生死，啊，这个生死是六道，执着就有六道，啊，不执着呢，六道就没有了，这是真功夫啊！我们学佛要知道先后。要知道次第，要知道从哪里学习，啊，破执着学习，啊，破执着一定要在四相上修，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了解。诸法实相，啊，相由性故，事由理物。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你对于一切事相啊，就会看淡了，你不会那么认真，不会那么计较了。啊，《般若经》上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心要学着不执着啊，转烦恼为菩提。你在这里下功夫啊，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啊。你今天持戒为什么那么困难？你没转过来。啊，修定定不下来，啊，我们坐在这里听经，听一个小时是修一个小时的定，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两个小时我在这修两个小时，啊，那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了，啊，不必刻意，只要有沉浸心，就真的得力。啊，听经闻法。或者是读经，你能不能记住？你记住多少？这一桩事情与自己过去善根福德有关系啊。啊，
过去善根福德培得少，那么这一生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愚痴狂妄都是烦恼啊。啊，习气重的他怎么会不障碍的不障道呢？啊，障碍我们的智慧，障碍我们的德行。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不如法。不如法就是造罪业。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培得厚的这个人是老成稳重，啊，对于戒定慧他听了能生欢喜心，肯认真学习，啊，这是过去善根深厚有栽培的，这一生遇到缘了，借助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所以有因有缘，当然就有果报啊！啊，花报放下了，不执着了。日常生活当中，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处事待人接物，你会发现呢，这人很厚道，这人很慈悲。啊，你从这里看出来。啊，自己用功，如法得力。啊，当然，这个我执，啊，身戒，包括。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哪有那么简单能断掉的，啊，功夫得力的人啊他能控制住，像智者大师讲的啊，他无品位啊能够圆伏无助烦恼，啊，他扶得住啊，没断呢，啊，没断是凡夫啊，啊，能扶住。那么这个，在这个六级里面呢，观行位。啊，在净宗里面讲呢，功夫成片，没得一心的。啊，功夫成片，你念佛功夫得力，能把你的烦恼习气扶住。啊，这一扶住，智慧、慈悲、德行。就向外面透露了，就透出来了。虽然透的不多，但是世间人完全没有。你透一点点呢，后悔就很宝贵了，就很难得了。啊，可是自己谦虚。啊，绝对不能是。得少为主啊，
你这才一点点呢、固然你能生极乐世界，你生了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事业心不乱那不是福烦恼，烦恼断了，见识烦恼断了，生方便有余土破一片无名，得一分法身，这才生十报庄严土我们今天做不到走不到没关系，到极乐世界肯定做到参与莲池海会，亲近阿弥陀佛断烦恼，证菩提，得法身，决定一生成就这个法门殊胜的我们在华严上看到的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而且还劝导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这种气象我们虽然学不到，学不到要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多次提到毗卢遮那佛的心量多大，他是华藏教主是华藏世界的导师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徒众文殊普贤呢是他的左右手那现在文殊普贤呢就皈依阿弥陀佛去了，不但皈依阿弥陀佛，把所有他的这些徒众全部都带去了。毗卢遮那佛发不发脾气有没有责备他们呢？没有，而且怎么呢？欢喜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今天道场，道场人跑到别的道场，我们就受不了了。别的道场人到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对他歧视这反复毛病呢都出在我这，心量太小了，不能容忍你怎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心量都大我们今天讲包容，你不能包容，你就决定不能往生。你修得再好，你也没办法，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怎么样学着，把这个分别之处放下？这不能彻底放下呢，总要是一年比一年轻。一年一月比一月轻，你的修行功夫有进步自己要认真反省
检点思维，啊，我的烦恼习气比十年之前怎样？比五年之前怎样？比一年之前怎样？如果是一直是轻，你有进步；如果还是一样的，你就完全没有进步。如果是现在比从前还严重，那你麻烦大了，你退步了。功夫是断烦恼啊，烦恼断了之后，你的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呀。总要记住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这才能救啊。啊，第三句里面，普世如来获妙法，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是，这是救方啊，就是救度的方法啊。他说得很好，说二无我，为佛有之啊。六道的根是执着有我，你要真懂得无我呢，无我不是说你明白了，明白是解悟，解悟没用处。你解得再多再深再妙，你的执着没放下，还是出不了生死轮回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啊，一定要把我执破了，你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小乘须陀洹直破身见啊，直破这个见惑思惑没有破啊，这个在此地不必细说啊，经教里面讲的很详细，很明白啊。见惑断了之后，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的知见正确了啊，见解正确了，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你决定不做三恶道的业啊。虽然你阿赖耶识里头过去今生呢有三恶道的业因呢种子啊，现在没有缘啊，现在不做贪嗔痴慢，就是三恶道的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起现行，所以证得出果之后啊，天上人间的七次往返不堕三途啊。这个七次往返呢，就把思惑断了啊，三界八十一品思惑得尽了啊，超越六道轮回。二我，二无我，人无我。六道外面呢，还有一重难关，十法界。啊，那一重难关的是什么原因呢？法执。啊，如果再能够
破法无我，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啊，你才往生一真法界啊，往生华藏世界。化身菩萨了，最低的位次是圆教初住，华严经上入了华严境界了，这是一真。如果是从这个理论基础，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凡夫这一生呢？没有指望啊，这是事实啊，没指望。这一段意思还没讲尽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十分钟。